另外零距離亦都等緊嘅。好啦，話咁快就剩翻兩隻馬就話，大熱門嘅進天使同埋勇創派對，時間亦都差唔多啦，交俾閘前。等埋只進天使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第六場賽事嚟到三班千二嘅短途大熱係九啊。好，你一開閘進天使慢閘啊！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呢只當多福啦，內欄喘上去嘅馬咧，仲有呢只係零距離噶。再喺出邊係上教啊，三隻馬比較快啲嘅，涉咗去第四位喎，走二搭紅衫紅帽嗰只咧就係呢只紅衣火王啦。第五位咧就係嗰只刀靈勇士啦，拱埋嗰只咧就紅衣火王出去啊。再見到好多浸啦，出邊淺藍衫上咗少少，係出閘唔快嘅中乾二膽啊，內欄白衫大約跟住個第七八位啦。咁啊有呢只張燈結彩中間係負六啊，尾三。是進天使走內欄的，在他出面拍住尾二就是勇創派對，暫時包尾紅紅來的。好了，轉緊彎中間，上教就貼欄放了出來跑的，第二位是紅衣火王，第三位內欄是零距離，第四位當多福，第五位刀靈勇士，原欄推進還有張燈結彩，在張燈結彩後面攝內欄是進天使，大外檔那邊有黃衫富綠，最初是勇創派對，兜到來最後200多米，上教鬥緊紅衣火王的時候，見到當多福外边咧就喘咗上嚟啊！再见到大外档有勇创派对上紧啊！最后100米到，当多福透出，外边有富禄，最初仲有勇创派对上嚟，接近终点，当多福赢啊！跑第二名嘅马咧追上嚟嗰啲劲，外边黄衫系富禄，最初嘅位置仲有一只勇创派对啊！头马应该系嗰只当多福噶啦，第二啊紧张啲啦。富禄喺中间，黄衫出边勇创派对有得影噶，第四名嘅马咧系上教。四号嘅当多福啊，何铭年啊，爆咗冷门啊，25倍胜出啦，跑第二名咧，五号勇创派对啊，咁啊入边富禄影相争二三，第四名咧就见到系上教啊，田大安。何铭年中间冲出嚟啊，莫雷拉嗰只油丁丁啊，包尾好似。四号、五号、二号、六号啊，勇创派对跑第二。何铭年今日整咗先整嘅雪茄之友冷脚，咁啊呢场啊爆埋冷添啊！好啦，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四号嘅当多福啊，独人派253.5，位置派59.5，跑第二名五号嘅勇创派对，位置派23蚊，跑第三名就系二号嘅富禄，位置派34.5，连人位四搭五派963蚊，位置 Q 四搭五派244.5，二搭四派432蚊，二搭五派142.5，跑第四名就六号嘅上教，二重彩啦，四号、五号顺序派1590蚊，单 T 就二号、四号、五号派4615蚊。咁啊，三重彩四号、五号、二号顺序派18263蚊。田泰安啊，继续顶住个前四名啊，啱啱第四，好近嘅第二名啊，睇下只勇创派对啊，终点前攞第二，好蚀噶勇创派对。三紧一月嘅派彩啦，跑第系胜出嘅 A 三咧，其他冷门嘅派35蚊。
呢場啊都係各有不足咁啊，結果啊 A3 啊爆咗冷。進天時都係慢喎，帶咁多嘢啊。係。係啊，帶曬咁多嘢都係慢集，跟全場場都慢集喎。好，又睇翻巡邏影片第六場啊，三檔就係大熱門嘅進天使啦。咁啊，起步咧都係同佢以往嗰幾次差唔多咯，一起步就讓賽咗兩三個馬位。前邊就當多福出閘最快咧，內欄就零距離嘅，外邊又係要自己帶咯。呢個上架話冇馬咧帶住佢跑咧，翻到嚟佢通常都唔係咁多嘅。咁啊，又係第四，跟住紅衣火旺又係攝唔到啦，要望空跟前嘅。咁住第五咧就刀靈勇士都越嚟越近啊！呢只馬走外邊就中乾二膽啦，中檔就負六嘅，埋欄就張燈結彩，包尾嗰三隻馬啦，進爵士、勇創派對同埋紅紅嘅。頭段步速比較慢嘅，都慢咗成四線零嘅，咁啊第二段又叫做快翻啲啲啦。咁啊拉埋嚟嘅都係屬於中等偏慢步速嘅賽事。咁啊紅衣火旺都真係頂唔住啦，因為早段啊比較慢，佢又有口，咁啊結果上咗前又冇埋個遮擋，咁啊結果翻到嚟中間前開始轉弱啦。如果唔係應該都分咗入三甲嘅。咁啊睇翻前面嗰扎啦，咁啊勇創派就嚟衝一段啦，佢又都識得幾出嘅，入咗路頂到外夫咁外，咁啊好在都仲保翻條 Q。上架都仲頂到嘅，咁啊當多福上次有啲復足收勢咧，今次入埋添，個副都算唔錯啦。咁重磅又蝕咗少少步出，都一人追得勁嘅。好啦，第六場都福方圓不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四搭五派244.5，二搭四派432元，二搭五派142.5。組合獨贏三揀一啦，勝出 A 三其他冷門嘅派35元。二重彩四号、五号顺序派1590元，四连环二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派3237元，四重彩啦，四号、五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派135982元，马步派彩头关11号美关，四号派3646.5，头关11号美关，五号安慰奖派155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:98，第二段22:55，末段23:45，总时间1:09.98，比标准时间慢接近5线。